这是男版灰姑娘遇上王子的童话。霸总强势追爱小秘书，奈何呆萌菜鸟把真爱当游戏，误会这是富家少爷猫捉老鼠的玩乐消遣。直到一场乌龙绑架，让小秘书渐渐窥探到了霸总的真心。然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真的能跨越阶层幸福厮守吗？且看暴躁猫系霸总如何猎捕他的可爱小老鼠。今天是姚顺宇人生的头等大事，他要去大公司上班了。毕业以来他一直都在家里帮忙小吃店，这是第一次踏上真正意义上的职场。然而整个秘书室他是唯一的男性生物，各位前辈姐姐对他热情过了头，于是懵懵懂懂的小菜鸟就一个不慎跌进了尊贵的总经理怀抱。俩人的第一次见面就如此热情，我们的第一天，整个秘书室都倒吸凉气。既然耐操耐骂的男性生物已经来了，姐妹们当然毫不怜惜的把他推入火坑。没有动回生那回熟食早要吃，不如早死早超生。于是小菜鸟就真正体会了一把什么叫鬼门关。总经理好，我叫姚顺宇，我今天刚来报告。拿出去点。对不起。星期四的电商博览会，人家搞出来明天给我。星期五日本连锁商品牌的台湾区负责人碰面，时间跟餐厅要先确认。还有下星期一的彩妆品牌。对不起，总经理。请问您刚刚说的是星期几？什么东东？需不需要从中医保开始教你？不用。我今天到底是什么行程？我现在马上问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没有，我没让你离开，哪里都不准去。直到副总出现，小秘书才得以逃脱升天。为了保住这一颗独苗，秘书姐姐们煞费苦心猛灌心灵鸡汤，果然这招对初出茅庐的菜鸟非常有效，小秘书瞬间充满斗志，于是祖传保命秘籍终于可以发扬光大了。好，回去再看，这可是我们先人血泪传承下来的秘籍。秘籍睡。这回小秘书学乖了，知道事先问清楚，只是没太把握好时机。矿泉水。你要温的、冰的还是热的？温的。好，那请问你要45度呢，还是60度，还是70度？随便，我就是要杯普通的温水，很难懂吗？不，对不起。这个菜鸟果然是出生牛犊不怕虎，老虎屁股都敢摸。那么是否能安抚住这只暴躁的大猫呢？点赞关注，看下集。一直就好。要不要到沙发上会更舒服一点了？